在沉睡，但他别丢兵啊，求求了啊。哎，剑魔交传送了，为啥呀？别丢兵啊啊！好，没丢，可以接受啊。炸！他征服者，我们强攻没打过。哎，他们心中的味道还在我的牙缝里。哼，没关系。该我了。耶耶耶耶耶耶必将如此。靠，一切终将崩塌。这就有点烦了，这小子们能穿墙，我穿不了墙，我气死了。我生气了，这把我要出 AP 的了，我不出右装的了。嗯，不出右装的了，省着打不死人，笨。那不出了。你咋的呀？我咬你，你有脾气是吧？嘿嘿嘿，来人了！啊！光荣的死远比你的生命更伟大。来队友了，没想到吧？还不来，还不来，我可拆两层了啊！炸！嗯，这波其实
如果生了的话还是可以打的啊，没生咱是打不了的。等一波生啊，兄弟们，等一波生。两个兵好像是，两个兵，嗯，一个兵死了，第二个兵马上死，直接放E。给呀！吸血啊！他怎么也生了呢？这为啥他也生了呀？神是不会死的。乌云是我身上一袭狂风鼓荡的斗篷。他不但生了，还叫人了。嗯，还叫人了。我们生吧是预判好的，而他生吧他不是预判好的，你知道吧，这没办法，这就一直追吧，这追不死也没招了，他妈后边有个人戳我屁股，亮牌是吧，喜欢亮牌小伙子，咱就不说别的了，就你这手亮牌，我今天也不能让你好过了，你看着呢。姐妹们是神，直接上来，我到了。你给我打死他！啊！亮牌儿，啊，亮牌儿，亮牌儿。土地的盛宴，穷人替人类开口，蛮荒给出回答。先看看他传不传送啊，他有可能会传送。亮牌，该呀！亮牌，亮牌啊！你他妈亮牌！我亮牌，再见，不推了，溜了，再推要死人了，不能再推了，这个塔皮没关系。风暴汇聚，破我登云，来一个布脚海，铁的味道是血，狗头人似
喜欢亮牌。我们先推啊，推着推着推到一半了，假装走了，然后其实在草丛里边蹲他，再蹲他一波。你还追呀？好像知道我，那这得溜了，他随时可能来了，我们先撤一走啊。我有点害怕。温血人用两条腿站起来，却忘记了如何奔跑。有点害怕呀。撼动着世界的根基。总路来一波。爸爸呢？再见。我就是风暴。嗯，这啥意思啊？几个人啊？你的心你叫人是吗？回家了，不回家，回上路，再推一波。回家吧，把这玩意儿先除一半。我们现在的装备还不足以说是，你回头干他吧，你跑跑不了，你跟那寒冰咋跑啊？我扯淡呢，还不足以说是能去打团战。我们现在的装备啊，并且我这波没有大。看看寒冰能不能杀吧。 OK， 寒冰这波他没有狂风之力，正正好好。嘿，哎呦啊，嘿，咻咻咻，嗯，还咻，闪现确实挺烦人。炸血皮尼出完，不是炸血皮尼，峡谷制造者，峡谷制造者出完，我们出个玩家。我不知道这寒冰这波还能不能带，我感觉他很有可能他再带一波。
不管啊，我们继续拆。这基地要爆炸了呀！不管，继续拆。这波回家也没有用，我们这种狗熊回家是没用的。直接盖呀！直接硬拆。不拆了，去打小龙去。能一波，一波不了，别扯犊子了。那没有兵线。看看他俩搁哪啊？嗯？嘿！不要了，给他们了。不要了，给了。我没有大，你们累去你们就去啊，我肯定是不去。随便换一个得了。要追的话可以追，他们家寒冰没技能了。可以追，杀寒冰人就行了。耶！我回家了。出个板甲，长得的笨，先来个板甲，跑得快。板甲出完，我们来个反甲，最后出一个沙漏，那、把剑魔给我杀了。这波应该用不着大，打大龙。你别去呀、啊，我去就可以了。打大龙啊！还有人没？哟，永恩！吓跑了。
不管，我可猜了啊！越越越越越越，这是为何？只因你是我敌人。哎呀！来个反甲，嗯。出完最后来个沙漏，来个猫子，来个猫子，那我攻基地爆炸了。